各位媒体朋友，不好意思啊，咱们大家又见面了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正式宣布，梅道远先生将正式回归明德集团。跟我有关系吗？如果有一个机会，可以证明你就是刘青阳，可以证明刘青阳的尊严，你愿意吗？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们能信任我？眼前我只给你两句话，第一句要信任他，第二句不要信任他。相信我需要拥有对明德公司最高的管理。可以，我现在做出的第一个决定，将我所拥有的对明德集团最高的管理权转交给我指定的唯一代理人。什么人？我现在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这样的，将我所拥有的对明德集团最高的管理权转交给我指定的唯一代理人。代理人？对。那我要什么都不想做呢？可以啊。那我要搞砸了呢？随便。我搞砸了，他们是赖我呀还是赖你啊？赖我。老头你别逗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懂，你为什么选择我？自从让你学推手开始，我就有我的打算，你也用行动证明了你的坚韧和聪慧。我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何在。你看你刚才说了，想要给你母亲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，改善她的居住环境，你可以做到。第二，你可以重新进入明德，而且执掌明德的大权，证明你自己的坚韧。想要控制公司，我可以给他；他给不出解决方案，我可以等他。但是他现在搞了一个柳青阳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梅先生是你要找回来的，他现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很正常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，你可以拒绝。打一开始你就想让我拒绝吗？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，我没有想左右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再做决定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同意。你同意？虽然我也不知道以柳青阳目前的能力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，但是我相信梅先生，他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们让梅先生等10分钟，现在已经过去5分钟了。你去哪儿？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但是决定权不在我这里，后面的事情你跟梅先生谈吧。人家明明找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你把我找来干嘛呀？所以我让你在外面等一会儿，我先跟他们商量，达成共识。我哪根筋粗了？我怎么就答应你了呢？我也在想，你怎么就会答应我了呢？但是你是真的答应了。算了吧，真的。中国有句话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都上来了，你还怎么下去？
我跟你说，刘念心中最讨厌的就是我，他们不会答应的。不至于吧？那我问你，是不是刘念不同意了，我就跟这个事儿没关系了？那不一定。梅先生，啊，一凡呢？他有事情，我可以代表他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说的事情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同意。柳金阳，欢迎你加入明德。欢迎。我得恭喜你，你拥有了对明德的管理权，而且是最高的。我就这样成为明德的老总了？对，比你想的还要大。刘总，怎么样？从今天开始，给我盯着柳青阳。我盯着柳青阳，没听懂吗？从今天开始给我盯着柳青阳。为什么？我把明德的管理权交给了梅道远，他选出来的代理人就是柳青阳。他凭什么？没有凭什么。24小时给我盯着他，如果他胡来，马上告诉我。集团接下来的项目是一个新的、全新的品牌地产项目。我们的主要客户群体是以二线以上的刚需客户为主。我们公司在这个行业呀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并且已经有了成功的模板。只要把管理理念和我们的技术……对不起，暂时散会。没听清楚吗？散会。确认了，刘念把明德的最高管理权全部移交给了梅道远。看来梅道远还是不死心呢，你怎么看啊？这样，召集所有人，在会所开会。总算结束了。你错了，现在还不是结束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哎，我还真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。我跟你说，算了，懒得跟你说，回休息。哎，现在可不能走。干嘛？我得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给你换一身行头。来，请吧。哇，你呢？可以啊，算了，我还是喜欢骑我这台。哎，这可不行，你这个电单车有损公司的形象，
你现在是明德的老总吗？老头，我给你科普一下啊，你眼前的这台摩托车，它是根据我柳青阳的喜好亲手打造出来全球唯一一台摩托车，时速高达260，介绍一下，小宝，怎么样？车很漂亮，人也帅，但是你还是得坐我的老爷车，因为我怕你开得太快，我追不上。请刘总上车。理由勉强成立，我走了啊，我一会儿来接你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电单车。拜拜。老杨，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明德内部的人跟我说，梅道远是强迫刘念交出最高管理权。啊？明德现在又归梅道远了？暂时的。梅道远承诺，一个月之内要让理想国的项目正式开发。一个月？他疯了！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上哪儿去弄这么一大笔钱？梅道远当初是净身出户的吧？先不要这样下定论。他毕竟是梅道远，如果他当初瞒天过海，隐藏了什么后手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新消息。梅道远指定了一个代理人，全权负责明德的日常事务。啊？这又是什么情况？没错，这个人一定是梅道远隐藏资产的所有者。这个老狐狸终于亮出王牌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柳青阳。柳青阳，不管他是谁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。先生，李总啊，我是老梅。哼，好久不见，你在忙什么？我在忙什么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梅先生，听我一句劝，明德这趟浑水最好不要碰。有，李总这是话里有话呀。5年前，你只是商战的势力。虽然身败，但没有名列。你现在不缺钱，也不缺人尊重，何苦呢？李总的意思，说是我要是趟了明德的浑水，就会身败名裂，是吗？放心，我说过的话不会食言的。明德的事情我不参与。你少跟我在这咬文嚼字，你不是已经指定了代理人了吗？你看，我说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吗？这样，李总，明天你安排出来一个时间，跟那个年轻人见个面，怎么样？你没资格见我，除非你亲自来。李总，不要这样吧。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
也让他拜见一下四位老总。其实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，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来了来了，柳氏逍遥糖醋排骨好了，先拿手。好了。啊。哎，洋洋，嗯，你最近不在工地上干，一趟一趟往外跑，这是惦记上什么事儿了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别乱猜啊，没事。哼，你能骗了别人，能骗过你妈？老实说。要么说你是智者吗？火眼金睛，儿子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嗯，我还真有一好事儿，特想去尝试一下。可如果我去了的话，工地的活我就干不了。工地活不干就不干了呗。你就算同意了？你不问我干什么？我不问。妈现在年纪大了，你现在在外面做事儿，有你的原则。如果是好事儿，你就好好干；如果觉着不妥，那就回来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妈，真的有你太好了，我一定要给你做一辈子糖醋排骨。来，柳氏什么？柳氏逍遥。还有逍遥啊？那你起个名啊？行，那妈就逍遥一回。老陶，一会儿到了，我该跟你说什么呀？我又不是让你做我的复读机。那我怎么办啊？由着你自己的性子。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看我现在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不去了。我去谈，那明德不完蛋了？反正明德早就该完蛋了，试试看，看明德会不会真的完蛋。我。老李，梅道远不会再耍我们吧？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敢来？是啊，约定的时间都过了。大伙儿别着急，我倒想看看那个小子有什么能耐成为代理人。代理人？不会是个傀儡吧？管他什么傀儡，来了才能知道。梅道远在打什么算盘？李总，梅道远的车来了。坐坐坐，别客气，不用站着。
柳青阳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梅道远呢？他上哪儿去了？老头他……啊，梅先生他有事儿，今天来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他家里的竹子长虫了，他跑那个花市去买药。柳青阳，你回去吧。啊？如果梅道远今天不在场，就没什么可谈的了，你就回去吧。他今天来不了了，还说我是他的代理人，我说什么，我做什么，都可以代表他。出去。啊？我让你出去。好，不谈了是吧？拜拜。等一下，回来。柳青阳，梅导演让你一个人来，要谈什么？他说看我的心情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他的代理人，我说什么做什么完全可以代表他，明白吗？你是说你可以替梅道远做主？对。你让我一个人去，你疯了吧？没有啊，你是我的法定代理人，这点不会错。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可以。啊，你进去以后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还是担心我吗？我劝你啊，你要是真对我有那么一点点担心，你最好跟我一起去，我不行啊。小子，我不是担心你，我只是提醒一点，放弃对利益的考虑。所有的问题，从第一反应出发，说真话。第一反应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对。柳青阳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说什么？你跟我们闹着玩呢？凶什么凶啊？谁跟你们闹着玩了？别这样看着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我想起来了，明德集团，据我所知，跟你们在座的四位一起合作开发理想国，可你们忒不地道。直接把明德集团给害了，是吗？那是刘念自己的选择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，明德集团只能眼巴巴地期待与你们的合作，而你们只是想看明德活活的饿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。错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柳青阳从小到大还从来没被人这样欺负。所以呢，你想怎么着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明德不跟你们玩了。什么？我说我们明德准备独立开发理想国。开玩笑，没有钱拿什么开发？你管不着吗？你是说，明德想独干？我们不干，你帮我们干啊？
光你们要钱，你们又不给，我们这样做不为吗？我到梅道远派了个什么人来？原来只会口出狂言。你别忘了，明德现在还吃着官司呢。这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四个合伙起来一起陷害明德，白纸黑字，那上面有刘念的亲笔签名。那是刘念签的字，又不是我签的。文件我都看过了，要么说你们法务部也太不专业了，漏洞百出。还好靠我的团队给你们重新起草出一份新的合同，这两天就会送到你们手里。赛车都玩过吧？啊？你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最先出发的未必能赢。各位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我们单独聊聊，好吧？刘总，到处都找不到柳青阳，电话也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什么意思？我不让你看好他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。别跟我谈疏忽！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权力有多大？整个明德都攥在他手里。我现在就去找，我通知所有人一起去找。不用找了。梅先生说了，柳青阳已经去找上家集团谈判了。年轻人，火气不要太大，来喝一杯酒，交个朋友。免了，我这个人招人讨厌，适合当敌人，不适合交朋友。刘青阳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制定的商战策略只针对刘念，并没有针对梅先生。当然了，更不会针对你，所以你大可以放轻松一下。我放松了，我很放松啊，放松了，你看。对了，其实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只针对刘念，不针对我，对吧？那刚才那个胡子男说的那个对我起的法律诉讼，对我不管用吧？哎，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这当年呢，我们上家集团跟梅先生有一点误会，那主要是因为商业竞争的因素。我承认，我们确实对他做了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但那全是为了商业和利益。哦，那就跟我更没关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想继续跟梅先生合作下去。麻烦你说话别绕弯子行吗？我真的听不明白。好，这样，如果呢你能说服梅先生改变主意，我承诺赶走刘念以后，梅先生依旧是明德的主人。我说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不明白，我都不知道梅先生什么主意，你让我怎么改变他？
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们要放弃合作，单独开发理想国吗？是啊，那是我的主意。你的？我的。你甭给我来那个拉拢人那一套啊！也不用用那种欺负人的手段，在我这儿不好使。我不跟你们玩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明德集团的老大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恕不奉陪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跟他们见过面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哎，干嘛？喂喂喂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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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不能吃枪药了？这是？你拽我们一帮人的，给留点面子啊！你干嘛？你绑架呀？你真的跟李总他们这么说的？啊？梅道远让你这么说的？我自己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自己。你有什么资格？就凭我是公司大老总，总可以了吧？刘念，刘总，消消气儿。就算我不跟他们撕破脸，啊，你也甭想从他们兜里拿走一分钱。还有，关于法律诉讼的问题，你为什么绝口不提啊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打我个措手不及，还好我机智有才华，聪明伶俐，才救了你一命，不感谢我。你先别跟我说这些废话。你还有梅道远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。哎呦。我现在才知道梅道远为什么选我做大老总了，因为我比你冷静，太蠢了。哎呀，情商上的优越感实在是无法超越。反正你让我怎么想，我就怎么做了。后来我想。面对他们那些咄咄逼人的气势，肯定不能怂啊！所以我就这么说了。现在不光刘念疯，连我都快疯了。头儿，啊，拒绝跟上家集团合作，是你自己单独做出的决定吗？当然了，你没看到他们那些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我走错了，好得很，说不定就叫你歪打正着了。歪打正着？嗯，你看啊，明德之前已经走入了死局。其实这是上家集团布下的一个陷阱，是他们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。只要你进入这个陷阱当中，就算他们什么也不用做，对于明德来说也是必死。可是现在。还有一线生机，就是上家集团的两个未知因素。什么因素？第一个因素是我宣布高调复出，重新执掌明德。那么对于上家集团来说，他们的对手就不再是刘念，而是我。那第二个因素呢？是你。我？我执掌明德之后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而是宣布你是我的代理人，由你来替我执行掌管明德的义务。但是你要做什么，连我都不知道，他们怎么会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葫芦里有什么药。这就对了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，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
要想让明德摆脱这部死局，生存下来甚至反败为胜，只有依靠这两大因素。又是商家集团先出手，只有他们先有动作，我们看清楚他们的来路，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破绽，生存下来，甚至于打败他们。所以这就是推手当中的话。老李，梅道远真的没有给他什么指示？看起来不像。不对呀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梅道远不可能交给一个无名小卒去做吧？我看呢，他们就是在虚张声势。咱们查了多少遍了，梅道远名下没有什么资产啊。你别忘了，那可是梅道远啊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他这五年又找到了别的金主。哎呀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会不会他和刘念本来就没有矛盾，这五年来一直在跟咱们演戏呀？哼，那我可真不知道了。盲目猜测，梅道远的策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们应该从其他方面入手。那个柳青阳是什么路子？啊，对了，哎，进来吧。李总，张总，他是明德的信息，都是他透露给我们的。略尽绵薄。你认识柳青瑶？是。他是什么人？背景很复杂。啊，不是不是。他这个人，要我说啊，其实就是个废物。废物？是。就我所知，柳青阳在进入明德之前，学历不高，经验不足，集团交给他的工作也都做得乱七八糟，除了有点狗屎运之外，一无是处。他可是梅道远选出来的人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他和陈一凡好像走得很近。陈一凡，长得帅吗？哎，大哥，你能不能别没事总在我这待着呀？我不，别烦我。不，我这又不是托儿所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行不行啊？你这人真赖皮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请坐。
了。